新春到，迎福运，小超人和小羊、小狼们给大家送祝福啦！咸羊高兴的来给同伴拜年，可懒羊羊和沸羊羊却表示一点年味都没有。突然，一只年兽出现在屋子里，大家直接被吓出表情包。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，天空一声巨响，勇敢龙龙闪亮登场，大家的手上出现金元宝和福袋等年味道具。年兽非常害怕年味道具发射的攻击，所以不得不溜之大吉。羊村里到处都充满年味，还有大家的欢声笑语。听说灰太狼还会和小羊们一起表演节目呢。另一边，宅博士早已包好饺子，超人们都在开开心心地布置家里。看着家里喜气洋洋的画面，大家的心里一阵温暖。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感觉真幸福。晚饭过后，小羊们和灰太狼一家看《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》的大电影。灰太狼不小心穿越到电影中，大家真是又惊又喜。智者揪着他的耳朵就把他送回来，结果又把大大怪和小小怪也送过来了。不愧是灰太狼，看个电影都这么刺激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龙光焕发，龙运当头，荣华富贵，其乐融融。祝大家新年开开心心，学业进步，步步高升，阖家欢乐，聪明伶俐。最后，天天姐祝大家龙腾虎跃，蒸蒸日上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龙首高昂，不负众望，春龙抬手，鸿运当头，龙行虎步，心想事成，鱼跃龙门，学业有成，龙吟虎啸，步步高升，生龙活虎，阖家欢乐，龙凤呈祥，财运亨通。